你看老妈这样端盘子，我就没胃口，直接取盘子，不仅容易烫到水，还很不卫生。把他们家的屋顶太好用了，它这个是双杠杆原理的，所以夹东西的时候啊就不会很吃力。你看我这个蒸屉轻轻松松就夹住，连这个铁锅也是可以夹起来的。它这个头是条纹波浪的，所以防滑也特别的好，各种形状的盘呀碗呀都能很稳的夹起来。有时候盘子比较大，这里空间比较窄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这样竖起来，这样就可以夹起来了。东西是不贵的啊，但是真的很好用。厨房里一定要拥有一个趁手的防烫夹。防烫夹的天花板真的太好用了，它表面是磨砂的，握感很好，夹东西轻轻松松，多大多小都能夹，各种各样的容器都能轻松拿捏。这个头设计成条纹波浪，很好的提升了防滑效果，各种形状都没问题。碰到空间比较窄的，这样竖起来。如果一旦太重的，也能两手夹。用这个不但省力，还很卫生，可以接触食物的，用完洗一洗晾干就可以了。它真的非常好用哦，而且还是双杠杆原理。它在夹东西的时候就不会很吃力，它连炒菜锅都能轻松夹起，不会掉。之前都用一块抹布包着去拿，不卫生就不说了，还经常被烫到。我自从有了这个防烫夹之后啊，各种碗盘都能轻松夹起。不管是炒菜的盘子，还是这种杯子，包括家里的各种碗，还有这种大的汤碗，它都能够轻松的拿捏。它这个防烫夹啊，正反两面都是可以用的。它夹头还是这种波浪纹的硅胶，所以它夹起来呢就是稳稳当当的。有了它，你再也不怕烫了。它不仅小巧，颜值还高。